这说来就要来了，来喜啊，来喜，这给你介绍的对象马上就要到了，你这准备的咋样了？人呢？来了来了，怎么样？这感觉怎么样？哎呀，这身这感觉你别说啊，老像那二踢脚成精了。哎，你那样的，我给你点外子。二踢脚成精了，这明显是果丹皮上身嘛。你这小子，你看你给我介绍的咋样啊？你放心，肯定符合你那两个要求，女的，喘气儿的。啥玩意儿？我这彩票站都开成这样了，我这审美标准早就改了。男的也行了，啥玩意儿？男的都行，必须是女的啊，可以不喘气儿。啥？啊，不是不是不是，我是说必须是女的，这个年龄可以不是那么大。这个你放心，肯定不会那么小也。我给你卡个档，别卡的太大。哎，你好好准备准备啊，这人说到就到了，我给你张了几个菜去啊。好好好，啊，准备准备。你放心啊。哎，王书记。哎，走吧，马上到了。啊，走走走。好，王书记到了。这就是我们村出了名的贫困妇来喜在镇上开的彩票站。这挺大的呀。嗨，是挺大，但是从前呢，他们家穷的是四面透风，八面朝阳，就是流浪狗从他们家门前走都直摇头啊。但是现在好了，富裕了，开了个彩票站，也是为我们中国的福利做出来点贡献。那咱们进去看一看。哎，主任，我来见他就可以了。咱们村以前的贫困户在镇里不是好几家呢吗？咱们分头去探望，一会儿在这儿来集合。好嘞。请问有人吗？哎，有有有！哎呦我的妈呀，这么快就来了。请问您是来喜吧？哎，应该就是我吧。我就这么站着吗？哦，不不不是，快请进，进。来来来来，快请进，坐坐坐。不接一下？哦，对对对，必须接一下。你说你来就来呗，还买东西干啥呀？这馋。坐。哎呀，你把这儿整得还挺好啊。是挺好的。啊，自我介绍一下。你别介绍了。来都来了，介绍啥呀？有些事情别说得太透，还是朦胧一点好。那方便问你几个问题吗？不是，有啥不方便的？你说你问完我，我待会儿不还得问你吗？那倒是。你多大了？你定。你太有意思了，你的年龄我能定啊。哎呦我的妈，你真有劲儿。多大了？那个我今年42，严格的说呢，刚过不惑之年。哦，你还知道不惑这个词儿呢。那不惑什么意思啊？不惑就是过了40以后就不能再霍霍了。我还是第一次听人说不惑是这个意思。是，咱俩要是早认识，你不早就听说了吗？哎，这一个月能挣多少钱呀？不到10万。这么多呀？啊，具体一点。3200。这3200跟10万差距太大了。是，差距大点不是给自己留出更多的上升空间吗？哦，好，我喜欢。我也喜欢。我相信总有一天你这个地方一个月能挣10万块。你相信就好。那这些钱怎么支配呢？嗯，以前都无所谓，以后的话你可以支配。哎呀，太幽默了，你的钱我怎么能支配呢？哦，对对对，哎呀我的妈，你说我这太着急了。你说这，哎呀，你来想，你没事吧？没事没事。你说我忘了这椅子它没背儿。哦，你还没问完呢。哎，你的家里几口人呢？
我独生孤儿啊，不是不是，我是幸存者，不是、啊、也不是，就是我现在一个人儿。啊，那这么说，这么长时间你就一直没结婚呢？你这话说，你说我要是结婚的话，你说我在这儿，你在这儿，你说我还是人吗？我还……哎呀，你这么一说，结过婚的人就不是人了。你结婚了？我这么大岁数，结婚不是很正常吗？是是是，结婚是挺正常，就是要是没孩子的话也行。有孩子。你还有孩子呢？你不喜欢孩子吗？我是喜欢孩子，这不是也得分是谁的吗？什么意思啊？不是，我是说谁的孩子谁喜欢。这个说的也对。对对对，你说咱俩这唠半天还唠出个赠品来，你这什么？不是，我就反正就那个意思吧。你快坐坐坐坐坐。好。你都问我半天了，那我也问问你哈、啊。好。那个。你家里几口人啊？哦，我家里三口人。哦，你孩子，家里还有个老人是吧？家里还有个老公。哎呀妈呀，太好了，家里还有个老公。来婶，来婶，你这没事吧？你这谁家凳子？你说他没辈儿。原来是我家凳子，你说是吧？是，你说我这。不是我那意思是说吧，你说你现在要啥有啥、啊、啥都有，你还过来找我干啥呀？你说这是我的工作呀。啊，工作？你管这个叫工作？那你管这叫什么呢？你别管我管它叫啥，你说你过来找我干啥呢？你心里没数吗？我送温暖啊。你送啥温暖？我这心里我早就凉透了，我都。哎呀，来心儿，是不是我今天来的不是时候？是。要不然我先告辞，改天再来。不是你，我不是你告辞，你手里的这玩意儿也告辞了、啊。这个是给你的。啊，那个就是拿过来给我看看呗。哎呀，这个我还得拿着到下一家去呢。哎呀妈呀！你还有下一家呢？啊，我好不容易从村子里到镇子来一趟，那我得多跑几家呀。哎呦我的妈呀！今天我总算长见识了。你说你这工作干的不是？你说你这长得好看不是？哎呦我的妈呀！你是让我欢喜让我忧啊！要不然的话，你再坐会儿，我再想想我。我再坐会儿。对。来，齐大哥在家吗？死了。哎呦，可不这么说，买彩票啊？不买，我是小卖店的刘老板介绍来的。哎呀妈呀，这刘老板对我太好了，一回给我介绍俩。哎呦我的妈！哎，大妹子，你过来，过来。哎，哎呦我的妈！哎，你也是刘老板介绍来的啊？哎呀妈呀，他也刘老板介绍来的。啥意思啊？要跟我劈他一样，就这玩意儿还有仨人的吗？刘老板出的这是啥事儿啊？这是大哥呀！就是说你遇到对手了。你谁呀？啊，我姓王，我来看看来喜儿。你是咱们村的？谁稀的是你村的？东屯二队的，咋的？东屯二队，巧了。有一些问题咱们能交流一下吗？跟我交流啊。大哥，嗯，啥意思啊？要审我呀？不是，就是说他看上我了，非我不娶，但是呢我对他一般。哎呦我的妈，这条件你还对人家一般呢？就我这条件有目共睹吗？我一进屋我一瞅着你我都堵听了，还有目呢？你堵听干啥呀？要不然的话你爸他胡走咱俩唠不就完了吗？小菜一碟。哎，一定要委婉啊！必须委婉。哎，那个王，哎，你给我出去、啊！你真够委婉的，你这大冬天的出去干什么呀？大妹子，我还有问题没问你呢。妈，你对我不死心呐！哎呀，我知道，你们坐着唠吧，你们站着像斗鸡似的，是吧？坐着唠。大妹子，嗯，现在生活过得怎么样啊？反正比你强。哪方面比我强？
就过去那前儿吧，我们家生活条件是差点儿，但是现在呢，我们家的生活条件嘛老知道了都。具体怎么知道呢？嗯，跟你这么说吧，就现在吧哈，我这个菠萝盖疼哈，我就吃两片止疼片，把这边菠萝盖的都带出来。我的妈呀，你这么的，你应该吃脑子疼那片儿。不对，脑疼前吃四片。你这情况应该吃八片。听你的哥，以后就八片，不管哪嘎达有病就八片，有这条件。大妹子，生活过得这么美，应该感谢谁呀？感谢村里头啊。村里头对我们可好了，哎呀妈，谁家都帮啊！你就拿我来说吧，帮我扣大棚种草莓，哎呀妈，100亩的草莓，就这些好事儿，你还指着我跟你说呀？想的美吧？哦，我好像想起来了，大妹子，你不是姓刘就是姓杨，谁稀得姓刘啊？姓杨啊？你叫杨桂花，那今年38。草莓大棚种，怎么的？丈夫刘大发，不对，前夫刘大发。哎呀妈，这次哎呀我的妈呀，你还有个前夫呢？哎呀，说漏了，不是个，不是。哎呀我，你说我这命啊，好不容易这位前夫，这位孩子，我的妈！哎，不是，我可没有孩子啊！你没孩子？我没有孩子。那行。那个王，哎，我问你啊。你为什么把我的透彻了解的那么底细呢？我知道你的意思，我不光了解你，而且我知道你种草莓在销路和技术上遇到了瓶颈。嗯呐，相当瓶颈了，咋的啊？你还能让我浪起来呀？我可以请农科院的专家来帮你。哎呀妈，他要请农科院的人帮我，你会点啥？大哥你来。咋的？完犊子了，咋了？看着没有，把我那是拿捏的死死的。老妹就跟你相个亲，都惊动了农科院了。大哥呀，看来呀，咱俩的缘分也只有你好再见了。这娘们我干不过，撤。别呀，我。大妹子，你别走啊！我还有问题没有问你呢。哎呀妈呀，还啥意思啊？不，咱俩不是聊得挺好的吗？不是，这事儿还得仨人吗？还得呀？你们俩都啥情况了？还非要带着我呀？当然得带着你了，不管是哪个村的，咱们都是一家人。往后啊，咱们这几十个村，还有咱们这些镇，甚至于咱们县，都得捆绑在一起过日子，过好日子。拉倒吧你！哎呀，我的妈呀！我还全县过好日子，就你俩我也不能愿意呀、啊！你说全县一起过，那咋过呀？这能过？哎呀，哎，我问你啊，今天你是来相亲的还是来挑事的？哎呀，我当然不是来挑事的，我肯定是来相亲的。说了吧，他来相亲的。我就说你，我不是相亲的，我是来挑事的啊！我是来抢票，不是争夺，我来争夺。我这小天养吃，要不你嫁了，要不我嫁了。今儿咱俩就等着，就带着我来相亲。不干啥呢？冲啥呢？你们仨呀？这唠的咋样了？哎呀，这都唠糊了，这都。大妹子，你看见没有？这两个女的都抢我，都打起来了。关键更要命的是，我现在全县都想要我。你给我去一边拉去吧，你这停！哎呀妈呀，我就给你介绍这一个呀。你看看这，哎，那你是谁呀？哎呀，我是王丽华。王丽华是谁呀？王丽华。咋的？王丽华，听耳熟啊！哎呀，你到底是谁呀、啊？王书记，王书记，哎呀，主任你可来了，憋死我了！这聊的咋样了？这王书记，不，你们不认识？不认识。这是咱们村新来的驻村第一书记王丽华书记。你们不认识？那聊天你们刚才都聊什么来的？聊相亲哎呀，啥相亲啊？来喜啊，你不会是把王丽华书记当成你的相亲对象了吧？不是，你这话说的，哎妈，都相半天了都。你这虎玩意儿啊！哎呀，你看我不是我转不就完了？哎呀，王书记，到底这是怎么了？行了，你这都别转了，不怪你们。说到底怪我，这一进门啊就没说清楚，太虎了。你这说的可不虎。这不，新的一年就要来了，咱们大伙儿的日子也都过好了。哎，
这种状态呀、啊，咱们得巩固，不能滑坡，不能掉以轻心。哎，那我呢是刚来的，这不就得四处走一走，看一看，了解一下情况吗？只有我们这种基层干部把工作做好了，才能啊让大伙的日子过好了，过美了，是不是？哎，对，老师，趁着你们都在呀、啊，大伙能不能跟我说一说？你们对政策上的一些期盼，或者是一些建议，建议、哎、有便于大家更好的为大家工作嘛？太好了，太好了！王书记，王书记，你别说，我还真有一个，快说，就国家能分配对象吗？谢谢。来一弦，你还用分配吗？不是现成的吗？行了，你们继续香，我先撤。那你们香，我也撤。啊，不是，村长，好好香，你这个刘老子。哎呀妈这！啊，那个王不是书记，我这对象先不能香，我那个草莓的事儿，你看你帮我往出整整啊！不是，你说其实草莓那玩意儿我也种过，咱俩一块唠唠呗，你先别走啊！哎，一块唠唠呗。